close all doors.小总，非常恭喜你今天九年之后拿到你属于你自己的车子。谢谢谢谢，这真的是不简单。在美国我这边待了40几年了，然后呢我也很荣幸的今天可以坐在你的车子上面，然后在你提车的今天。这九年来呢，这车子呢演变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所以说你可以顺便教我一下关于这个车子在过去九年它有了一些什么大的变化，然后呢最主要还有很多，今天好不好可以跟大家聊聊看你的心路历程，这九年来从以前到现在到今天可以坐在你自己的一个 product 里面，一个自己的产品里面。我们先聊这个感觉好了，好不好？这个感觉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哇，非常的激动。确实我们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虽然这个比我们预期上市的时间确实晚了几年啊，但是其实这几年我们也没有停止我们的研发工作。FF91 这个新物种也是不断的在进化，在这个很大的这种提升。首先大家都知道这 FF91 呢，它是一个硅基新物种，同时呢它也是一个AI Hypercar， 这个 AI Hypercar 它能真正的把现在的或者过去的很多的传统的 Hypercar、传统的 Sedan、传统的 SUV 等等所有的功能能够真正的集合在一起，我们叫 All in One。而且呢，除了这些，它还能提供很多额外的更加先进的这种价值，包括 technology 的，包括 internet 的，包括 AI 的能力等等。而且这个新物种呢，它是建立在我们的 FFAI Hyper 6x4 Architecture 2.0 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实这些年的整个的产品力的提升，技术力的提升，我们也是密切围绕着6x4的技术架构来做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也非常酷的功能。所以这辆车不单单是 all hyper， 也是 all ability， 也是 all AI 的。而且再结合我们非常创新的就开发者共创模式，能够让这个产品交给用户手里之后，每天都在这个成长，每天都在进步。非常激动的，也很感谢上这么多年来对 FF 不离不弃的这种支持，也感谢对我们的这种信任，让我们一起来变革这个 AI 电车的产业。其实这个人跟人见到是很有缘分的哈，就是说你是算是现在美国华人界出来这么辛苦做的一个企业或者说产业的一个代表，因为这个真的这个只有在美华人也在那边待很久之后才了解说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那其实我也一个算是一个老华人在美国40几年了，我也非常谢谢你替我们华人在美国赞助了这一跤。然后呢你不但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你的公司因为有工厂的一帮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很多份工作，养活了很多很多的家庭，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人看只是看到一个产品这个层面，他没有想到说后面的辛苦，然后替有这么多的家庭，有这么多的人在为他打造一条路出来，才有这么成功的产品。所以说其实为了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替全美爱车的华人们好好谢谢你开了这个门，做了这个 product 出来。那我也非常非常荣耀今天可以在这边在你提车的当天陪着你在你的车上聊这些东西。对啊，这车子呢，其实呢我觉得我最 impressed 的那一天就是我到赛车场那一次。当然在之前呢我没开过车，我也只听过很多数据上的东西，
可是一直到当时没有产品出来，所以说要、要我当时去评价一个产品或者一个车子，而没有真正看到或体验到的是蛮困难的。那真正让我改变了我很多观点，而是那一天在那个赛车场的时候，真正的去体验了这车子，然后看这个车子在赛车场上一圈又一圈又一圈高速的跑着，而且车子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 impressive 的，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那从那时候之后说下来，我下了车子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台我想要拥有的车子，就是说，在这个车子里面。第一个它的体积，我当初看到这车体积这么大，怎么可能会跑得在跑到赛车场上，简直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怎么会跑得好？因为而且它不光大，而且也非常重，对，6000多磅嘛，对，而且1000多匹马力，对不对？那玩车的人可能都知道，其实重量越大，体积越大，对车子来讲是在赛车场的成绩上来讲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需要更多的车子需要更多的 energy 去把速度带上去，可是这个车子像你们现在刷新了很多赛车场的记录，对对，这不简单。是，那我知道这个车子的 main target 就是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像 Maybach 啊，像 Rolls Royce Coroner 啊，像Faraday 啊，Purist 双轨这些车子，当然这台车已经比那些车都快太多了，空间利用也比那些车子大，而且最主要车子后面还有两个fully reclinable 的，可以全部放平的一个椅子，零重力座椅，零重力座椅，这是舒服的。所以我们来聊一下零重力座椅，这个也是一个 feature，对，也是你第一个想出来的吧？对啊，所以说，对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像这个车子，我第一次发现就是说，车子有很多 screen， 那这是为什么要放这么多这些screen 在车上？对，如果从六大技术平台或者四大技术系统来看呢，刚才问到了这个零重力座椅，然后屏幕的世界，对，这个是属于我们的 third AI space， OK， 这个技术子系统当中的，而我们的这个 hypercar 这个环节呢，和这个领域呢，又是我们的hyper multi vectoring， 这个动力系统、转向系统和刹车系一体化系统，这个技术子系统，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大的车内的空间，我们可以说是在所有的3米2轴距的这车里边，我们的内部空间是最大的，而且比一般的车内部空间都要大很多，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创新的一个设计理念来实现的，这样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可以看到后座的空间，3米2的轴距，甚至比3米4的轴距的车的后座空间可能都要更大。这个属于我们的第一个技术子系统，叫 Magic All in One。一会儿我们的这个 Brian 和他其实会用无人驾驶，这就属于我们的 AI Driving 四个技术平台。然后说到了这些产品创新到底怎么来的，这是我们的跟我们的发展史有关啊。其实在10年前，当时这个由于很多的原因，我就决定要全力以赴来做一个真正的能够具备下一代的很大变革的AIEV。无论是由于这个很大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是非常糟糕的交通拥堵的这种环境，还是我们看到的未来大的趋势的电动化、互联网化、智能化的这种产品和技术的变革，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开始了这个项目。其实是在2013年的年初，我们就开始启动项目，然后2014年来美国，成立的 Faraday Future， 也就是成立的 FF。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把中美的这个两个国家的优势能够密切的真正的整合到一起，产生很好的破解化反。同时呢，又希望打造一个真正具有中美双基因的能力的这种企业。其实这一年的发展，虽然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是
确实这个中美双基因让我们能够坚持到今天，且能够取得一个真正实质性的巨大的一个突破。也就是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也是特别让我感动一个问题，华人在海外的创业，尤其是在美国的创业，确实非常非常的艰难，尤其是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它所在的这个行业，智能电车的这个行业，它是整个科技工业领域的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整个的复杂程度难度那是相当之大。对，在美国做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一个行业，或者最大的一个行业的最皇冠上的明珠的行业的这个创业，更是难上加难。没错，确实这些年我们也经历了可能你们能想象到的一切，甚至你们想象不到的一切的这种困境甚至灾难我们都经历了。但是我非常感谢整个团队和股东的支持，以及大量的 FF 粉丝的这种支持，在他们的这种鼓励下，我们一步一步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这种至暗时刻，能够走到今天。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就像上一样，你也是其中 FF 的重要的支持者，其中的一员啊。有你们的支持，相信一旦这个我提到这个车之后，从明天开始，甚至从今天开始，我就会这个邀请很多的我们的真正的 co-creator 啊，developer 啊等等，来我们一块儿来快速提升FF 九幺的用户体验，提升我们的产品力，提升技术力，甚至希望能够这个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吧，能够推出这再次震惊世界的、震惊行业的、更加变革性的一个产品，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其实希望你能参与，这样我一定会上。其实哦，这个也不只 create 了这些，其实很多人可能看到的，你以为你是 create 一个产品了，其实你也是为中国人在美国就以上你 create 了一个核心价值。就是英文叫 core value。这很重要。Core value， yeah。这个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人生在活，你一定要有个 core value， 这个核心价值是很重要的。我其实我很荣幸说，我可以坐在这边，我可以摸得到，我可以看得到，我可以闻得到，而且我可以跟这个车子的爸爸坐在一起，聊这个东西。这个在我来在这个 video， 其实在我来讲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不管是一个爱车的人，或一个在美国的一个 entrepreneur 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 video。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看到这个之后，我希望这段不要被剪掉。那我希望这段大家能听得到，因为这是我们很真诚的在聊这个事情的。对啊，你真的是替我们美国华人带来一个 core value。我非常谢谢你这个，真的是确实是华人在美国的创业，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我们所做的这个 FF 这个创业，真正在未来最具代表性的 AI 产品。大家都知道，未来的20年。互联网进入 AI 时代啊，对，而 AI 时代下最最大的产业化、商业化的机会就是 AI 电车。对，那我们如何能够不单单是做一辆普通的电车，更不是也不是一辆普通的 AI 电车，而是真正我们打造出世界最最顶尖的塔尖产品。我们真正能够给全世界的塔尖人群，包括中国的塔尖人群、美国的塔尖人群和其他的国家塔尖人群，打造出最具变革性的产品，和世界上现在大概从来没有见过的产品，能够给塔尖用户人群带来最为独特的这种价值，确实就像你说的一样，而且这个价值是由华人创造出来的。对，那这种自豪感，给世界所做的贡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吧。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团结起来，华人能够团结起来，然后华人和西方人能够团结起来，真正去变革 next generation AI EV industry。
对啊，我也希望大家看到这 video 能够多了解你一点点。嗯，对，九年后的 YT 跟现在坐在自己的车子里的 YT 讲出来的话，你的心路， yeah. 对，这个让人家外面的听众或者观众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的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心境跟你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嗯、因为你的，因为你 create 一个核心价值给大家，所以你的成长代表大家会跟着一起成长。嗯，也是很重要的。对啊，我来看一下，然后这个，嗯、so YT, we just passed.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Oh, LAX, yes. LAX is the second busiest airport in the country. But how's this traffic compared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traffic? Yeah, 这些大城市都面临非常巨大的这种交通拥堵的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来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因为交通拥堵呢，其实带来的是时间的损失，时间的损失最核心的是时间价值的损失。对，所以我们在做九年前做产品定义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就是要彻底解决，A 点到 B 点的时间价值和时间效率的问题。因为 A 点到 B 点之间到底如何最高效的利用这段时间，到底如何能够有最好的这车内的这种体验和 A 点到 B 点之间的互联网或者 AI 的体验，这是我们当时产品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对啊，现在洛杉矶的交通实在很可怕。每天出去搞不好去买个菜回来三个小时不见了，那这个三个小时在普通人或者说做，你想到今天是他们做老板的，对不对？他花三个小时在这个路上，那就是他工作的 efficiency 他的就大量下降。那所以说像车子像 FF91 这个车就可以帮助他很多，对不对？他的自动驾驶啊，辅助驾驶，他可以就可以帮驾驶的人或者车子的拥有人，然后在这么交通拥挤的状况下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车外有多么的拥堵，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品理念、技术理念和品牌理念，为 Ultimate AI Tech Luxury， 极致的科技顶奢。极致科技顶奢当中，它不单单是这个传统奢华，传统奢华对我们来讲，我认为只是一个这个基本的东西，或者只是一个次要的价值，而更重要的价值是科技的奢华，AI 的奢华，而科技奢华、AI 奢华带来最重要的价值是时间奢华。对，就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用户，我们的这种塔尖人群，真正的在 A 点到 B 点之间能够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对，能够在这段时间。创造更高的价值，这个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首先 Brian 已经开始是无人驾驶了。其实这样，假如我们的塔尖人群是一个 driver， 或者是他是一个乘客，当他自己开车的时候，他现在的这个时间就已经完全可以去用作做别的事情。对，无论是工作。还是这个娱乐，还是上网的互联网体验，而且很多都是可以用 AI 来完成。所以真正时间价值的这个创造，我们通过几个技术子系统来完成。第一 AI driving， 能够解放司机的时间。第二是 third AI space， 能够真正的让这个乘客，无论是后排乘客还是副驾的乘客，甚至驾驶者本身，能够体验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或互联网的或者 AI 的这种体验。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当然时间奢华也包括了我们车内的舒适性。那我们third AI space 当中呢，就有零重力座椅，可以非常舒适的来躺在这儿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尤其是非常好的互联网 AI 的这种体验。
像 Zoom Meeting 啊，对，YouTube 啊，都是车都很多都可以了。Yeah, yeah, 尤其是工作场景，其实确实上对我们的产品了解非常多了啊。对。我们的后排互联网体验第一目的是如何提升工作体验。我们希望打造这个真正的第三互联网生活空间，那也就是首先是第三互联网的 AI 工作空间，就能让大量的我们的企业家、创业家，能够让很多我们的塔尖的明星，然后很多的极客们，能够在后排，能够非常高效的来工作，而且完全抛开手机了，当然说到抛开手机，这也是我们9年前做产品定义的，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说，上车之后你完全可以扔掉手机，不用再用这个手机干任何事情，因为我们这个 AI third space 就能够解决你所有手机能够干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要永远比手机要体验好得多得多的，这种价值吧。一会儿我们可以简单的演示一下，无论是娱乐类的还是工作类的，都可以感受感受。现在已经 screen 开始在放。对，现在看的是这个体育类的 NBA 的节目。这个现在这个 screen 也是所有车子里面最大的嘛，27寸嘛。对，这个屏幕目前我们屏幕世界是所有的车当中屏幕的面积最大的一辆车。对，就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说，9年后的今天坐在自己的车子，自己9年前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现在来看一场 NBA game 啊，是，就是当年9年前的很多产品，创意到创新，到最后变成定义，今天一个一个都实现了，确实非常非常令人的激动啊。这个代表你9年前就是很牛的人了。你9年前就想到说未来的人类要做什么了，这个是不简单的，这个是。你可以看我们的车，旁边的车都在拍摄 FF 的车，哇，嗨，yeah， 确实，FF 91 2.0 这是一个 new species， 而且是一个 silicon based 的 new species， 我们也非常自豪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新物种它的 unique 之处。我们再说回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车载直播啊，在美国是一个体育国度，大家的哇，他刚才这个一个司机给我们竖大拇指，这个大家看他的笑容，这个就是一个爸爸，非常非爸爸很高兴自己的儿子被人家称赞。马小，你有没有拍他们竖大拇指？马小，我你拍了没？我应该拍一下他们竖大拇指的，哇，这个英文叫 proud father， 哇，超兴奋，哇，太令人激动了。我们打造出来的产品和科技能够被这个所有人喜欢啊，这个是我们最为激动和自豪的，这也是我们当年所打造 FF 的核心的目的啊。其实你刚才讲到说9年前就已经很厉害了，其实我觉得这是过奖了。当然我们也很自豪的说，为什么要坐车，这和当年的乐视生态密不可分。当年乐视有7个子生态，我们是希望构建一个完整的垂直整合，打破整个这个科技边界，打破产业边界，打破这个创新边界的这么一个模式，从最底层的云到大数据到 AI 平台，再到第二层的整个的硬件平台，无论是机械类的硬件还是电子类的硬件，再到第三层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平台，尤其是我们打造的 FF AIOS 系统，然后到最上层的应用层，AI application， 希望能够做非常好的垂直整合和横向的这种打通。那我们在硬件层当年有乐 TV， 我们有智能电视，这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的一个产品，到现在很多的电视公司，其实包括苹果也都在模仿很多
当年的雷口的这个产品创新模式和技术创新模式。嗯嗯。我们也有了 phone。那其实第三个真正的智能终端设备，那就是这个汽车。嗯。就是 AAEV， 这是我们当年打造的这个造车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吧。让我们把很多技术创新都带到了互联网技术创新、AI 技术创新都带到了汽车产业。嗯嗯。这才是真正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然后再说回来，这个体育直播，美国是一个体育国度啊，嗯，但是呢，美国又非常的这个拥堵，尤其是洛杉矶，哇，这个可能大部分塔台人群每天在车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两个小时，平均两个小时，而这两个小时，可能恰恰又是大量的这个好的比赛，无论是 football， 还是这个棒球，还是 NBA。还是冰球啊，美国这种四大球的直播的时间，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那他们在路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点，塔吊人群的痛点就是看不了直播，对，体育赛事直播看不了，那体育赛只能回到家看录播或者看回放。大家都说体育赛事最有价值的就是那种未知，对，就是那种现场感，就是要看到第一时间。到底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一旦比赛结束了，其实它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出非常牛的在车内的，在 A 点到 B 点之间的体育赛事的互联网直播？低延时，甚至零延时，高清晰度，大屏幕，只有这三者才能比这个手机或者 Pad 要有好太多的这种体验。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ESPN 2的这个高尔夫的一个赛事啊，对，其实美国的很多体育赛事每时每刻可能都会有很多的直播的赛事，或者是国外的欧洲的直播的赛事。那我们非常非常自豪的一点可以说的是，目前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汽车产品能够和 FF91 2.0 的在线体育直播的这个能力和体验相媲美。这是我们也非常非常自豪一点。再结合上我们的零重力座椅，其实可能比客厅来观看甚至这个体验都不差。刚才我们讲的这其实只是一个创新点而已啊，整个浩瀚的互联网我们是全部把它搬到车上的，对，也就是你在手机上，在 PC 上，在电视上能干的所有事情，我们在我们的车上 FF91 的整个的互联网系统，包括后排互联网系统，包括前排互联网系统上也都可以非常好体验的看到。这个是我们乐视生态当年打造的核心的技术优势之一啊。我们把它都带到了汽车产业当中，这也是确实我们希望能够把这好的体验让更多的塔尖人群能够享受到。当然我们还有大量很多很多的独一无二的这种互联网体验的创新，AI 技术的创新，在未来我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和讲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 co-creator 能够和 developer 能够深度参与进来，我们共同去创造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最具变革性的产品。嗯，这不简单啊！这么大的，很多人不晓得，说你放了这么多。哇，现在是梅西啊！哇，梅西的这个粉丝非常非常多。梅西也是一个真正的足球领域的 GOAT。对。Greatest of all time。在中国，梅西的粉丝也非常多；美国，梅西的粉丝非常多。对，梅西，加盟迈阿密之后啊，哇，把美国的整个的足球，美国的足球叫 soccer， 不叫 football。对 ，football 是橄榄球，它叫 soccer。但是呢，美国现在逐步把足球也开始叫 football。对，梅西加盟迈阿密之后，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足球热度大大的提升了很多的档次啊。对。所以梅西作为一个 GOAT， 其实他也是一个创造力极强的人。大家都说他有上帝的这个视野，对，上帝视角，所以他有很多很多
别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助攻啊，然后射门呀、啊、等等。我们希望 FF91 能够像 Messi 一样的成为下一代的 AI 电车的真正的 GOAT， 能够为我们的团结人群创造别人创造不了价值啊。这你谦虚，我蛮喜欢 Messi 的，可是我 我也喜欢很多 sports athlete， 像很多赛车手啊都是我的朋友，可是、可以他们可以 create 一个产业去改变世界的人其实不多了。嗯，对对，像我们这么好的这个互联网直播的体验啊，这就像当年在15年前雷一口啊，也就是整个乐视生态当年开创全世界最早的体育赛事的互联网直播，是最低延时最高清晰度的这个当年我们其实很自豪啊，现在感觉现在体育直播已经很正常了，但是如果把时间回到15年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几乎99%的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乐视在全世界率先做出了体验最好的体育直播，今天终于带到了这个汽车上，终于带到了 AI 电车上。那这个背后的技术其实非常非常复杂，对，大家可能体验到的只是一个 picture， 对，一个 interface 啊，对，其实但其实背后整个的技术创新，三个 5G modem， 对对 对， 对，不同的 carrier， 对，首先是强大的互联网接入能力，强大互联网接入能力是我们是怎么实现的？是由我们叫 Super Mobile AP 来实现的，这是 FF 一个独创的技术，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同时放三个SIM 卡，三个不同运营商的 SIM 卡，这三张 SIM 卡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第一是信号的这个强弱问题和覆盖问题，第二是这个下行的速率和上行的速率能大大提升，可能能达到3倍的速率，和 Tesla 和其他车相比要快很多很多。第三，延时更低。大家知道美国的移动网络覆盖不是那么的好，很多地方信号很差，但是FF， 可以来解决3倍的覆盖问题。如果在某一个区域 Verizon 没有信号，那 AT&T 可能就有。对。如果 AT&T 也没有信号，可能这个 Spring， 或者是 T-Mobile， 对，它就会有。所以整个的 FF 91.2.0是世界上网络覆盖广度和覆盖率最大的这个车型产品，没有之一，是唯一的一个。最伟大的，第二我们的速率，所以这些技术，我们确实也非常自豪，这都是我们过去20年积累的这些，非常深度的，互联网传输的技术，然后移动网络接入的技术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了，我们的视频云，对，我们的智能聚合、智能推荐平台，然后我们的智能 OS， 然后我们的智能桌面等等，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往广度或者深度再讲了，以后我们会一一再来讲。好像现在又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了。Santa Monica Pier。Santa Monica Pier。Yeah, Brian, please. We got off the 405. We took the I-10 to Santa Monica. So now we're in Santa Monica, where there's a lot of sightseeing going on right around. Yeah. I love Santa Monica very much because Santa Monica.Has a muscle beach. Oh, yeah. 其实说到 Santa Monica 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对我和对 FF。其实9年前，我坐飞机来到美国，落地的第一站就是 Santa Monica。当时落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说哇，举目无亲啊。我们就住在 Santa Monica， muscle beach 上的一个酒店。OK， 也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个酒店。在那个酒店当中，我们住了将近5个月。这5个月，整个把 FF 的所有的产品定义，最后这个定型，这是 FF 91第一版的产品定义的 draft， 我们签合完成，用5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9年前。从10年前开始构思AI 电车，到9年前完成第一版的产品定义，到今天终于把它变成现实啊！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兴奋，
对，激动和兴奋。Fire the Future 的名字就是在Santa Monica 起的。开始的。是我和这个我几个朋友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我们想在考虑到底叫什么样的名字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未来，才能够真正的去变革这个产业。嗯。也是因为今天这样，我们今天回到 Santa Monica 是的，对对，带着你的带着就是英文叫带着你的 firstborn， 就是你的第一个小孩子，对对对，回到 Santa Monica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意义很重大。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要做的产品是 AI EV， 对，那 EV 是电车，而电磁感应电力的发明者其实是 Faraday， 嗯，他是 Tesla 的师傅。对，那 Faraday 比 Tesla 要早，三十多年，Faraday 发明了电磁感应定律，然后 Tesla 发明了这个交流电。对，嗯，所以这他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对人类的整个的进步、变革，都是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贡献。我们也希望 FF 的团队能够对。人类的出行领域的变革带来我们的贡献，尤其是塔吉人群的这种出行变革带来我们的贡献。我相信会，我非常非常相信会。对，陪着你们这几年来一点点成长，每天看到新的产品，然后经过 evolution， 就是经过改变之后，然后呢，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往上升，然后真正参与过的人只会对你们越来越有信心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从外面看嘛，他不太懂。那希望今天这些视频出去之后，大家看到之后，尤其是很多喜欢看我讨论车子的人，我其实蛮公平的，不好的东西我不去讲，好的东西我觉得要大大的表扬出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那我觉得以产品来讲，以产品的 evolution 来讲，我觉得 FF91 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产品，在这个 segment 里面，就是。算是 sports SUV 好的这个 market， yeah， 对啊，你今天是个老板，或者说你想要不很快的车子，要有空间可以载很多东西，或者说你想要被人家载很舒服，你有 zero gravity seat， yeah， 这是现在外面任何 high performance SUV 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不管是数据上0-60马力，最主要是你可以 do all this 这些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做到，而且你是 zero emission， 对不对 ？Good for the earth， 对，为着地球做点好事。Correct， yeah， 对 ，it's amazing， it's really amazing。你等于是一台车子，你把大型公司，像我们大型公司现在要 fulfill 几个东西，叫 ESG 嘛 ，environmental service 跟 governmental。governmental 我们管不着，是政府，对不对 ？service 就是服务，然后呢 ，environmental 就是把公司要尽量绿化。对，你已经就一个车子已经达到两个 criteria 了。6000磅的车子在可以在赛车场上跑赢很多跑车，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一个事情。Yeah， sure thing。对啊，我非常非常期待 FF91 的下一个 evolution， 再一个 evolution， 就是我跟你们一起长大，觉得越来越好玩。哇，尤其是回到这儿梦开始的地方啊，确实，非常非常非常令人激动。希望今天。能是一个我们另外一个新的起点，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你平常有常看英文电视吗？看，我就看英文的 news。OK， 好。
我说 YT 啊，那传统车呢？传统车的 SUV 呢，跟 Sports Car 跟现在 FF91 有什么差别？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91的变革不单单是把汽油变成电啊，也就是说不光是 EV 的变革，也不仅仅是AI 的变革。其中我们变革分为两大类变革，一个是延长线上的这个创新，一个是颠覆性的变革。从延长线上来讲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每一个这种爱车的极客呀，车库里头都有各种各样的车型啊。首先得需要一个 hypercar， 然后同时又有 sedan 用于工作呀、商务啊、和日常的开呀。再一个呢，可能也需要一台 SUV， 通过性更好，周末可以去郊区啊，当然上班也可以开啊。嗯，其实有了 FF 92.0 之后，上你也不需要这 hypercar 了，也不需要这些传统的 sedan 或者 SUV 了。因为 FF 92.0 已经把这些车型的所有的核心能力都已经all in one 在一起了。比方说我们的0-60的这个提速才2.27秒，它这是比法拉利都要百公里提速都要快很多的。对，没错。这个不单单是百公里提速快啊，其实它的从hyper performance 或者从动力 hyper 角度来讲，可以看到最近的我们几次的这个赛道征服计划当中啊， FF91 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大家都知道 FF 已经推出了 FFAI Hyper Global Racetrack Conquer Plan， 也就是 FF 的全球超级性能的赛道征服者计划。我们已经连续2-3次都打破了目前这个加州的几个赛道的记录，然后可能在这个月的24号，我们会有下一个FF AI Hyper Racetrack Conquer Plan 的下一站啊，也就是我们的赛道共创日，Racetrack Co-creation Day， 目前计划是初步的计划是在Big Velo 来举办。我们已经2次打破了 Big Velo 的这个赛道记录，我希望下一次能够再次的刷新。这个主意其实很好，这个其实我参与了很多车厂的开发工作，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个manufacturer， 就是车子品牌哦，想法这么前卫的，想要第一呢，想要把一台车子的发展配合它的消费者一起发展下去。对，这个是，然后还不但这样子，还去在赛车场上继续与消费者共同发展这个车子的更大的潜能。这个实在是很棒、很厉害的一个想法。对，因为 FF 92.0 啊，不单单是这个一个赛道性能的王者，同时它还是一个极致科技顶奢的 All Ability AI Hypercar， 也就是全能的AI Hypercar， 是一个全能车。它有这么大的这个 size 和 weight 和这么重的 weight 啊，6000多磅，对，6000多磅。同时能够表现出这么极致的这个性能啊，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之高的。对，因为整个车子的 component 所受的压力也特别大嘛，对，车子比较重。是的。对，所以能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不简单。其实 FF 91.0，我们这个从外表来看，从重量来看，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这个很奢华的一辆车，
可能性能不可能那么好，因为这个从传统的认知上来看啊，重车不可能有极致的赛道性能。没错。嗯，但是这台大象却能跳出最极致的舞步，而且这些 FF91 的很多的特征性能都已经颠覆了传统的认知。大部分人传统的认知都觉得，车子太重，对，一定开不了，开起来感觉也不好，也很笨重，尤其是驾驶盘的感觉啊，没错，尤其是很多车人家常说，哎，我车怎么转不过这个弯，转不过这个。对，这个车子在赛道的话，这条赛道上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嗯，对。而且，因为我跟你有聊到一些关于这个车子的以后的在赛道上发展的未来。嗯，我觉得朝这个方向走，这个车现在都已经这么厉害，破了这么多赛车场的记录了。对。再发展下去，我照你现在的发展下去，只会越来越好的。对，谢谢谢谢谢谢。对啊，就像很多这个赛车极客或者是 hypercar 的这种极客呀，嗯，都有一个传统认知啊，劳斯莱斯、迈巴赫，不可能有 hyper 性能。对，那法拉利啊、布加迪啊，不可能有极致的这种安全和舒适。对，嗯，但是 FM 九幺二点零把这所有的特征也给它 all in one 了，融为一体了，融为一体了，也就是我们既有极限的这种 hyper 性能，同时又有最大的这种车内的空间，有这么好的third AS base 的互联网体验和 AI 体验。另外，从塔尖人群最关心的其中一点，就安全性上来看，那这辆车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我们已经通过了所有的这美国交车向用户交车前的合规测试，包括碰撞测试，都是非常好的成绩。大家知道，车辆越重，安全性越高，因为它的碰撞势能会比较有优势，对乘客的这个保护，没错，作用会更强。但是越重的车可能性能越差，但是我们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这种物理认知，一个将近6000磅的车，百公里提速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车之一吧。而且更加让我们自豪的是，这辆车在赛道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赛道上，这个马力每大一个马力吧，这个发动机每增加一个马力，不如轻1磅。对。但是 FF91 做到了这么重的一个车，却有非常极致的过弯的性能。因为在赛道上过弯快才是真的快啊。对。所以我们不仅仅有极限的加速的能力，同时又有非常强的过弯的能力，我们也有很高的过弯的侧向的G 值，当然这个我们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啊，所以希望一个又一个的去征服全球各个赛道，能够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提升 F92.0 的这种极限的性能，到底我们要找到我们车的极限点到底在哪里，当然我们这极限点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调降能力的这个提升，随着很多的 co-creator 的加入啊，尤其是全球很多顶尖的赛车专家，包括赛车的车手、世界级冠军的车手，包括这个很多世界级的工程改装专家，都在越来越多的加入到了对 FF 的这个性能提升和全球赛道征服者计划的这阵营当中。我们相信每个月我们的这个 hyper 能力啊 all hyper 都在不断的都会在进步和提升在蜕变当中，还需要上你的帮助，因为你也是这方面非常顶级的华人的专家，
也有你的帮助，可能每个月 FF 2.0 都是一个新的车了。谢谢，谢谢你这么看得中我。三电机 ，three、三个 motor， 大部分车子 high performance 1000匹马力都是用到四个 motor。对，为什么会选择用三个电机？对，这个我们三电机是其实在10年前定义的，当时在定义三电机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车有三电机，那这个真正的全轮驱动，才能够给这个车的性能带来更大的提升，包括 torque vectoring。包括过弯性能带来的过弯性能的提升等等，这个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好，上我们现在开的这条路，其实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意义在里边，无论是汽车界的还是电影行业的，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然可以啊，可是我跟你讲，在这个山路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哦。我发现坐起来非常的稳，我不晓得是该说你开车技术好，还是车子的 AI 已经在帮你开了。不过，这个地方的英文叫做 Mulholland Drive。我们现在在 Mulholland Drive 的一部分，这个叫 Topanga Canyon。那玩车的人都知道，以前美国最出名一些车子，像野马就是 Mustang 啊，像 Charger 啊、Challenger 啊这些车子。那老美在很早像。late 60然后 early 70年代的时候呢，就常在这个山中然后晒这些车子，然后呢最有名的一个明星以前叫做 Steve McQueen、然后呢这个人呢以前在，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山，然后呢他就常在山中飙车，然后呢、其实这个人飙车很有名，然后呢我再来跟你讲，他有一部车子他特别定做的，他跟保时捷定做的、他特别定做了一个开关把车尾灯关掉了，只让警察抓不到他，这都真实事情。然后他也是玩车界呢他跟 James Dean 这两个人是玩车界呢最受人家瞩目的大明星之一。对，然后他就在这个山路里面呢，以前拍过了蛮多部电影的。然后也因为那个时候呢，带动了所谓的美国的 Pony Car，Pony Car 就像 Mustang 啊、Camaro 这些车子，这些车子的受欢迎的程度。所以这条山路呢，对美国的 Pony Car 的历史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 ，Steve McQueen 这个人，在整个 Pony Car 的故事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而且甚至于在美国赛事上面，他也是第一个喜欢 Le Mans， 然后去对自己拍了一部电影参与 Le Mans。对，在当他拍的那部电影，当时所花的预算。将永远没有办法再拍出一个跟这样一模一样的电影，因为他这个人为了要求完美，他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用的是当时真正的赛车跟当时真正的赛车手所以在想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如果要拍一个讲 F1 赛车的，我们把真正的 Lewis Hamilton 这些人，然后 Bottas 找出来当赛车手，然后来拍，然后再拿他们工厂的车队的车出来，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对，对，哇，对，这条山路非常有历史，really cool。好，这个山路虽然很崎岖，但是我们坐在后面也非常的舒服。这还真的蛮舒服的，因为我现在根本没有在坐着，我在手在抓两个电池，对不对？所以我根本没有就。这个车子的车体动态没有影响到我这个人太多，因为我现在坐的姿势并不是一个最 optimized 的姿势，就是一个不是最舒服的姿势，可是也是最不稳定的姿势，因为这个椅背没有啊。可是呢，就这个整个左转右转的时候，以 passenger 以乘客来讲，它不会受到太大的 discomfort。It's pretty good. Yeah. 而且我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人。对。那我还好，也是一个人一部电影，然后呢，一个车子造就了未来这个车子四五十年的发展空间。就像 Paul Walker 跟 Nissan 一样。对。对啊。我们很快到山顶。现在2分钟吗 ？Introduce this location。
OK。这个是哪里啊？谁是谁家？马上我们就进去可以看到他了。OK。What do you like the most about the car? The most is the technological aspect. It's definitely the future.